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官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下回弹阻尼对静态下沉量的影响。而静态下沉量对于我们日常骑车来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因为它可以滤震，可以让你舒适性提高，可以让你屁股不会被颠起来，可以让你的后轮不太烂胎，所以静态下沉量非常的重要。但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，你调节的回弹阻尼的大小对静态下沉量的多与少也有直接的关系。今天我们来做个示例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如何生效以及为什么。这是我的老R1，这个是鱼仔，现在是最松的状态，逆时针拧是拧不动的，逆时针拧拧不动，然后顺时针是可以拧的，这是鱼仔。然后如果拧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会缝越来越大。下边呢，这个地方是回弹，现在回弹也是最小的，回弹阻尼最小。然后，哎，这样顺时针可以拧，这样是逆时针到头。在我鱼仔为零，回弹阻尼最小的状态下，我的车是有静态下沉量的。那怎么来判断？这样看着，哎，我轻轻的扳，稍微使点劲也行啊。我去扳后边，它有一定的浮动，对吧 ？OK， 我们先来展示一下，当我的鱼仔变大的时候，我的静态下沉量如何变？这个以前讲过，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现在鱼仔最松，我先随便加。我加个五六圈啊，七八圈都可以啊，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现在鱼仔上来了，然后我的静态下沉量怎么变？看着还是我用同样的力量，变小了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几乎没有了。那随着我鱼仔再增大，它会再消失，直至没有。OK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来演示一下啊，对吧？这个叫就算没有了，它完全不动了。但同时，我的回弹阻尼是最小的，看弹的超级宽，对吧？这个没有问题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把鱼仔放掉，让它有静态下沉量，也就是把我的鱼仔先放掉。当然，实际调的过程中，你是否完全放掉鱼仔，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设定啊，根据赛格，根据你的应用场景去调，不是说非得要调到最小啊。我只是给大家演示。OK， 现在鱼仔拧不动了，那就是最小。好，这个也是最小。这个时候我是有静态下沉量的啊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吧，省得你们忘了，对吧？有静态下沉量。好，有静态下沉量的同时，我的回弹是非常快的，对吧？这个如果是我这种跑车，大家能知道是不合适的这个回弹速度。好，现在我去加回弹。当然呢，我这个后避震年久失修，因为明年就报废了，所以我就不想去折腾它了。那我就把回弹阻尼直接调到最大。哎 ，OK， 顺时针拧不动了啊，顺时针拧不动了。好，等于现在的回弹阻尼是最大的。我们看一下回弹速度先 ，OK。跟刚才没有回弹阻尼比，肯定是速度不一样的，对吧？这个没有任何疑问。那这个时候我有没有静态下沉量呢？也几乎没有了，看到了吧？我搬不动了。那我如果把回弹阻尼放小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我随便放点啊，无所谓放到什么，给大家演示而已。现在回弹阻尼是15、16 out， 看这个静态下沉量就恢复了，就有了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回弹速度就变快了啊，毋庸置疑。所以现在我想给大家说明的就是，在我们调车的过程中，回弹阻尼是对静态下沉量有直接影响的。预载的多少对静态下沉量有影响，回弹阻尼的多少也对静态下沉量有影响。那么我们调的时候，先按顺序预载、回弹、压缩去调，调完之后。根据你的应用场景，比如说我跑赛道，那我的静态下沉量要有，但不用很多。如果你走街、跑山、综合，那我的静态下沉量要比赛道多一点点，但不要太大，因为那样会比较软。那如果我纯舒适项，我的静态下沉量就要稍微多一点点，过滤更多的路面的震动、接缝啊、减速带啊、井盖啊，类似这样的，把它滤掉，这是我们的需求。所以静态下沉量多少跟我们的应用场景是直接相关的。所以你调完预载、回弹、压缩之后，你要去反向的 check 一下我的静态下沉量是否符合我的应用场景啊。如果不符合，我再微调预载或者微调
回弹，让它尽量这三项的综合结果是适合我的应用场景的就可以了，理解了吧？啊，有静态下降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回弹太快了，那我应该增大回弹阻尼。OK， 最大了，回弹阻尼最大，回弹速度是合适的，但没有静态下降量，所以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是走街的话，我就应该放掉一两格回弹阻尼，让它回弹速度还好，同时有静态下降量。我调三格试一下啊，等于是回弹阻尼是三 out， 就是这个回弹速度呢，我也能接受，但同时有静态下降量，看，对吧？有一点点，比我那个完全加满要好一点，所以这个就可能是我合适的设定。那怎么来最终确认呢？去试车。所以今天要给大家着重说的就是回弹阻尼，因为它会增大避震器的支撑性，所以它会让避震器往上顶住这个副车架车座，所以原本有的静态下降量会减少。 OK， 前避震也是同一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 get 到我的点，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举一反三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